50块钱铺满辣椒面的冒菜，看着都让人开心的干拌牛肉菌干，来一口方便面，朋友们，喵，喵喵，喵，喵，喵。Hello， 我是 Danny。 大家都知道那种干杂店呢，一般都是卖粮油副食这一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要去的这家店呢，它不仅有这些东西，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，大家猜一猜是什么？走吧，噔噔。你的消费是不？那你我弄50块钱的嘛，你给我赔一个。大包吗？这儿吃。几个人？一个，我吃不完大包，多弄点肉就是了。多点肉，多点蔬菜嘛。喵。我感觉今天这个凳子有点干哇。50块钱铺满辣椒面的冒菜，第一口来喂你们。好吃，我东西上也好了，好好吃啊。它这个辣椒面真的好香，而且上面的肉给的很足，有牛肉，然后菌干还是有千层肚的。这个是肉片，好吃。我好喜欢它那个牛肉啊，不是那种吃起来假滑的那种。 No no no， 应该也是这么大一个个的。这就是它的牛肉，好香啊！这个牛肉，我待会还想再加一点。哇，这个肉真的给的太实诚了。这是4点半，这是我今天第一顿饭，因为我今天上午我一觉醒来已经就是2点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赶快起床收拾，然后出门来吃这个冒菜。就是一家很小很小店，没有什么环境可言，真的。就如果大家不要挑环境的话，我觉得就算了。我太爱这种冒菜的味道了，那种老味道冒菜，懂吗？老味道。哎，里面的肉真的好多呀！哎，开心死了。这个是菌吧，我先问阿姨，阿姨说从99年她就开始卖冒菜了，也开这个干杂店嘛，99年，她比我还大一岁。碗底呢也没有给你放什么调料，反正就是那口锅，那口经过岁月沉淀的锅的味道。我要叫娘娘给我打点饭。你打工就30块钱牛肉吧，在这吃嘛。牛肉跟那菌干，菌干也好吃。牛肉和菌干我一打干的嘛，你再吃个干的。要得，遇到对我口味的冒菜，好开心啊。我就是前几天吃了那个冒烤鸭之后，就最近就很想吃冒菜这种东西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红油裹满，我的碗底下面都还有好多的肉呀。
不知道阿姨这里有没有方便面。这个煮方便面得了啊？有没有方便面啊？你给我煮一个嘛。来看我的这一盘，看着都让人开心的干拌牛肉菌干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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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我没有你可以吃的。这口吃下去，那真的怀疑猫生。直接给大家看它这个牛肉干拌的，就嚼得到它的结缔组织那种。刚刚阿姨出来问我，她说对不对拉肚子了没。阿姨怕我吃太辣拉肚子。干拌的也好吃，汤的也好吃。这家猫还从此在我心目中排第二了，第一是那个路边摊的。我的方便面也来喽！呜，喵，喵！你是不是想吃？我刚刚让阿姨再帮我打一碗饭，娘娘已经开始震惊了。谢谢。这个裹满油辣子的方便面，哇，直接嗦吧。肉肉好吃些。来一口方便面，朋友们，金鱼粉的早饭、午饭、下午茶，我非常的满意。其实我觉得阿姨的那个干拌，其实单看着真的很像成都的那些拌菜，你们觉不觉得？拌肥肠、拌肠头、拌白肉啊，那些上面跟那个感觉一样一样的，太好吃了。这几个碗干真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四个盆干干净净的，86块钱，我觉得真的还是很值的哈，我吃了那么多的肉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阿姨又要开始准备晚上的了，喵喵喵，走了。